宋茜 USM 公司合约到期，出道十年开启新征程。宋茜在综艺领域也全面开花，在热血街舞团我们来了李亮眼的表现让人印象深刻。由宋茜带来的精彩舞台不但凸显了其作为唱跳歌手的舞蹈功底，也彰显了其十年来从未松懈的认真态度。全面的发展，多领域的突破，宋茜不断蜕变的十年也让外界看到了她的无限可能。宋茜出道十周年之际，媒体粉丝纷纷送上祝福，宋茜也在微博发布了自己对十年出道经历的感想。谈到十年，宋茜称是终点也是起点，回首过去展望未来，宋茜以后也会全力以赴。今日宋茜与韩国 SM 公司为期十年的合约已经到期，今后将以宋茜工作室为主体全面经营个人事业。